今天我们出去玩什么运动你知道吗？玩橄榄球运动。你以前玩过橄榄球吗？我以前有玩过橄榄球，但是我玩过，但是我还不会，我考你一些形状。好，你说吧。这是什么形状？长方形。这是什么形状？菱形。不是这样说。那是什么形？三角形。不是。这是正方形。也不是。A diamond. A diamond. OK. And what's this? Diamond. No. Triangle. Triangle. Yeah. A circle. 就这样。但是你的帽子上有什么字母？A S H E I Action！ 有些人看到我两个人的照片，肯定就开心的跳起舞了。如果我的电脑全坏掉了，我可以给你，我和妈妈可以。奶奶可以给你买一个新电脑，你想什么颜色的，我和妈妈或者奶奶就给你买。但是你哪里来钱买的？你有钱吗？我有小钱包，可以放一点钱进去，然后再买。你小钱包里的钱是谁给你的？有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很喜欢你，他们如果有很多问题想问你的话，你愿意回答他们吗？愿意。有问题就来问我吧。下一次专门给你拍一个回答问题的视频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再见。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关门。